我们看第十一题，他说质量相同了，这两个质量相同，带等量异性电荷的 AB， 这是 A， 这是 B 啦。至于向左的均匀电场中呈平衡时，三条丝线这个长度都是 A 的，皆被拉直了，今将丝线 OB 要把这个呢切断了，待小球重新静止后，小球与连线所成的形状可能为下列哪一个？好，那你把这个剪断以后啊，这个它的丝线应该是像这个样子，这个正电的，那因为它那个电场我们看到这正电这剪断嘛，这是 A 这负电嘛，所以往这边吸引，这是正 Q， 这是负 Q 了。好，为什么理由是这样子，我如果把对象盯这里，这是它所受的电力呢等于零，因为 Q 加负 Q 嘛，所受的电力等于零的，所以这个系统只受到绳子张力跟重力，重力往下。所以张力让往上，再来盯这里，盯这里的话呢，它所做电力因为电场往这边，所以电力往这边，这是 Q1 这是 Mg 而且我们还可以算出呢这个角度呢到底是张角是几度，所以形状是像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一题答案的话应该选 A， 应该选 A。